那这一次没有过就真算了，就到时候八号再帮大家示范。可以可以，而且他反正瑶会发那个攻略给大家看。会，我会。没事没事。嗨。不紧张，混沌子真的太那个，我应该把五颗腐化带好带满，对不对？我还因为我想说要平，我想说要平民一点，我想说要平民一点，就不要带那么多腐化好了。对，可是实际上这队是可以五颗腐化带好带满的。对，好，帮你注意一下。刚才发现的时候已经90了，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慢了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那个我的错，反正前面其实很快啦，你可以看到打到第四关、第五关也才3-4分钟而已啊。对啊，可以啦。对啊。好像看到我自己，对啊，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发生这些事情啊。对，大家都会发现，就我不会发现。因为这个关卡算真的是强度比较高，你要比较专心一点啊。可是真的开直播还要不聊天室，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啊，不是故意的。对，好，第二关，好，补一个奇诺的二技，拿破仑二技，45，现在就开始提醒。对，我现在就我对45了，开始提醒。每进一关就爆一次这样。好，60。60。我可以再打两回合。好，可以。注意混蛋。好，我这一回合消好了，这一回合75了吧。好，把它消掉。好，一颗也不带，我觉得太难了吧？你居然都要打、這個、一颗会死，一颗会死。对啊，你都居然都要打这个关卡了，你就要想办法做出那个东科啊。对，每关都注意一下，真的每关都注意一下，每关都要注意一下，大家一起注意。现在有好几双眼睛看着我，应该不会，应该没事吧？60的时候聊天室就打高分。等一下，如果160，这聊天室赶快打，这样他就会记得。我打猫猫屁屁。好，两个十字。刚就是这边嘛，突然就忘记，那个混沌值到90了。对啊，真的会很容易忘记啊，一分。对啊，因为自己打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找最舒服的方式，就聊天室讲的腐化，可能带好带满吧。对啊，而且会比较认真啊。啊，确实，现在超不认真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你会分心啊，现在一定会分心吧？要回来。也是啦，也是啦，因为其实你看我剧本都已经写好好放在那边，怎么可能还会翻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有写剧本啊，我还用手写。真的？对，豆力用手写超认真，我是用记事本啊，用电脑的记事本。也是可以用电脑，是我就是古代人，我喜欢用手写。原始人是不是？我喜欢写字。哦，我不行啊，我不喜欢写字，哎，因为字太丑嘛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开那个，我刚忘了抓角色珠，不过也没关系，这边还是可以开法典之灵，然后点那个属性最少，这样场上还是会有很足够的新珠。对，只要20颗就可以了。对，20颗。对，30了。很认真。30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感谢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开祭二，然后点光心以外的。好，然后直接送给他。最舒服的方式是什么？可能躺着讲书吧。45，大家都好认真。45，大家好棒哦。Okay, 好，第八关。大家好棒，一直提醒，又死掉了。对啊，第八关，好贴心哦。这时候大家突然好温馨哦，感觉到一股暖流。50、15，等一下我算一下哦，12，然后我们再找11颗嘛，11颗。木星水，对，你好快哦，你太快了吧，我都还要哭，好厉害哦，看的速度有点快，因为我其实原本是不太会开，我会直接转的，因为我会觉得很怕我没有炸好，然后剩下的珠不够这样。有人说玩起来有没有以前哪张卡的既视感哦？75，75，好开，哪一张？你有想到哪一张吗？谁的既视感？你说这一张卡吗？对。为什么会有既视感？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一张新的卡了。哦，玩法吧，可是玩法对啊，其实一时要我想，我可能也想不出来。对啊，而且它也是都就是每回合开招也没有这么多卡可以每回合开。哦，其实好了，两位是75，我已经消掉。好温馨哦，好喜欢。好啦，开个真章。喜欢温馨的聊天室。哦、超棒，好，这边一组一样，然后两组、三组 ，OK。妲己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卡，
好，再一次继二。长得像魔术师。然后三组不一样的。克魂吗？反手销的部分吗？哦，长得像魔师。欸，他们一直说魔师是我老公，莫名其妙。因为我之前一直就那个系列一直抽到魔师，抽不到优格图。哦，革新英雄是不是？对，他们一直说魔师是我老公。好，这边五颗、九颗，七层哦，很多。你是说如果开寄出来的版面的话，其实很多哎、欸，很多类似，就是两排、啊。九颗嘛，这边 OK。好，好，九颗，哎、欸，两排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既视感是一直开技被打一下就死给你看的黑金谁？水珠好，是一直开，有时候真的会忘记一直开，一股暖流想要尿床的时候谁啦？谁尿床？水珠、哦、好，也是一直开，秀吉也是一直开技没错。OK， 对啦，就是这边要稍微专心一下下、啊，好好专心专心，就这边不专心就很麻烦。对，没事。啊，火珠火珠，这边有无视瘴气，好。好，然后不要消到木珠，这边九颗火 ，OK。这边消到其他珠子其实不会怎么样啊，但是不能消到他不要的那个珠子。对对。不要的那个不要消，其他的。好，再来是光珠，九颗要小心哦。九颗，九颗，九颗。其实我也蛮不会看黑白珠的，看珠。好，九颗，我看一下哦，一二三四，应该有了吧？没有。没有漏掉哦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然后也没有消到暗哦，把自己弄得超紧张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木珠啦，最后一个是木，最后一个是木，啊、木的这个也很麻烦啊，九颗，等一下我找一下碎裂里面的哦，一二三，我自己试一下打这关打超快，然后就在这边打超久，两颗在这边，在哪里？好，九颗 ，OK， 九颗转到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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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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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掉了。Oh my god！ 天哪、啊！好啦，最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先解锁啦。这个就是有 bug 啦，它会一直锁到王二啦。可是这边的话是可以解掉，所以也还好。好，我们这边用拿破仑的 G 二，好，我们就点，我想一下哦。好，这样子好了。然后我们接着开那个法典之灵，然后我们点属性最少的，属性最少应该是水吧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接着开奇诺的记忆，好，我们就抓着拿破仑角色珠放进去，一下下就好，可以吧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人打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Oh my god！ 是不是老明明明明都已经写好很稳的一个，然后就自己把自己弄到死胡同这样子，紧张哦，紧张哦，老哥，紧张哦，老哥，哎、欸，你也知道这个梗哦，紧张哦，老哥 ，OK 啦 ，OK。好、yeah! ，OK， 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恭喜恭喜！对不起，因为其实太多外在因素了，这个是我心理素质不够强壮，下次会没事没事，大家都会很紧张。感谢多里，感谢多里。